啱啱過去嘅星期日，政府就派發咗消費券，咁所以咧唔少嘅商家都會出盡法寶去吸引多啲嘅客人噶。有市民咧就喺網上面買咗優惠高達1折嘅電腦產品，誰不知貨就收唔到，換嚟只係一套戲啫。事源有電腦公司喺網上推出1折酬賓優惠，原本20000多元嘅電腦，而家只係賣2000元左右，當然吸引唔少市民即刻訂購，而且成功過數，諗住開心迎接新電腦。点知第二日收到通知，电脑公司单方面取消咗张订单，解释话系统出现故障。咁我就见到个价钱都好啱，咁帮外甥女订咗一部之余，就自己有一部谂住自用嘅，总共订咗2部咯。之后咧，喺第二日嘅时候，18号嘅时候咧，就收到 HP 方面嘅取消，佢指系一个系统错误嘅出错，而需要取消我哋嘅订单。